开冰块，小殿下，你终于醒了。 你是谁啊？小神明无患，乃凤族中人。哦，这里是梧桐林，您昨日被无锡所伤，是真神抱着您回来的。无锡怎么样了？被神尊正法了。什么？小殿下，我只不过是受了一些皮外之伤。那无锡可是凤燕唯一的牵挂，他为什么非要杀了他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 我不知道，小殿下，你大病初愈，切勿动怒。早知道，我就不来凤族选兽了，生生拆散了一对情侣，还害无锡丢了性命。小殿下，则神兽一事，关系着神族、凤族，是祖神钦定的，你切莫太过自责。祖神的旨意是。 神兽出自凤族，但没有说一定是凤燕。白绝，可觉得还有什么不是？我们答应凤燕，要留无锡一条性命，你现在把他杀了，将来如何向凤燕交代啊？你先下去。是。 本尊说过，只废除他全部修为，说话算数。我就知道我错怪你了。踏上初域，不要乱动。